去年16强，今年6强，进步真的好快。什么进？怎么6强啊？我们今年是4强啊！谢谢刘青松送了2888个弱鸡，谢谢。啊，刘青松，谢谢。哇，我今天才看到刘青松那个微博，9月4号发的微博，小明冲！刘总，别送了。9月4号，我看刘青松发了微博，比赛那天没看，我是打完，我今天才看到他发了微博，发了一条微博，小明冲呀！然后评论，多硬币呢？不认识，哇，只能说，没办法，真没办法，哎，就玩这个吧。哎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，我不想玩别的。喂，这什么皮肤啊？哦，就这，哦，这么奇怪的皮肤。一级是不是血？好像血二。然后呢？不血 Q 是不是？AP 无敌不血 Q，二 W 二一二 W 二 W 二 W，加油！哦，怎么是我怀孕？谢谢谢谢，怎么是我怀孕？来了，哎，不对呀，我为什么刚才大招不？哦，我刚为什么不能用大？谢谢你，感谢兄弟们的义学，谢谢。硬币哥，我是一架蜘蛛，你是一架蜘蛛。那我是 faker，什么一家之主啊？什么？哎，什么？你是一家之主，那我是 faker。他说我是新你。对呀，你别骗人啊！哇，这清点好快！啊？大招效果是开大之后后面两下平 A 是那个吗？他还真是。啊。哦，二二，我开个 W 平 A 两下，吸血，然后开大，你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不对啊，这情况有点不对，等一下，稍等。我的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啊，感觉有点不对呀、啊，找到本命英雄了。英雄登场！我们挖掘机没什么用啊，大哥，你怎么敢？我怎么你这个人很没用呢？哎呦，不对呀，兄弟们，不能进啊！我怎么这个兄弟没用啊？干嘛啊你？你真的？在装逼啊！哎，我们这机器人完了，这样我吃不了炮叉。哎呦！那拍那个什么冠军卡，电竞的冠军卡哦。啊！别，你打我的话，明天就找不到女朋友了，大哥。干嘛？我跟你打了，你觉得我打不过你是吧？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你啊？啊？好像真打不过，兄弟们。好像真打不过你哟、啊。骗你的，我有八把呢啊！这样，平 A 啊，没办法，这个，有点。你们相信我的话，你们相信我吗？再给我10分钟好不好？等我16级，我这把 BC，不是我这把不吃，我这把 BC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我已经无敌了。冠军卡几个人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拍了，有我，这个我能确定。哎，他告诉我的招牌英雄，我只能说，听到招牌英雄之后有点不想拍，真的。我那天
在那个棚里拍摄，那个棚里面，然后他告诉我的冠军卡的，我的冠军卡是招牌英雄是什么？我那天是真的不想拍，不是开玩笑，是认真的，兄弟们，我听到真的不想拍。拜拜拆迁，拜拜拆迁，啊！哎，你们出来看就知道了，我真的是搞心态那个，那个冠军卡，妈呀，是搞心态的，真的搞心态。什么一直都有人教私训，私训个屁的私训啊！比赛刚打完，怎么去什么什么私训？然后说实话，别说实话了，那干嘛？不是私训，比赛打完什么什么私训干嘛？私训啥？是 KPI 吗？不是 KPI，KPL 吗？哦。我操，干他，干！快给我1000块钱吧，哥哥。好多漂亮，可惜没死啊。不是开团，你们那个不能那个，对吧？明年还会打呀，明年的事情，明年再说。哦，别急，哎，放心，兄弟们，转会期，你们想要的信息，肯定有。虽然我不能说我是最快爆料的那个，但是最准确的信息是最准的，这个你们也知道，放心，转会期的消息，放心放心，等一下上厕所。